咖喱滋味百百种，今天要来一点南洋风味的咖喱。肥美的虾子用咖喱粉来炒香，再倒入了椰奶一起煮入味，浓郁的酱汁拌饭拌面都好美味。金牌厨神骆金汉骆师傅马上教你做。锅巴虾仁是一道名菜，当那个锅巴炸得酥酥脆脆，当食材淋到上面去，擦，真的画面。有没有心动？今天我们就请骆师傅来告诉我们自己的家里面能不能够做。骆师傅，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做一个锅巴。OK， 这个锅巴虾仁啊，以前都是这个在自己在家里面做，对不 对？现在在外面就可以买到一个一个，然后呢，人家就是已经帮你做好，对，他是呢把那个米晒干，然后呢做成这样的一片一片的，一片看起来这样子薄薄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呢炸起来就这样的效果。对，它可以当零食啊，以前我们川菜的小点心。嗯，那在家里煎或者是炸的话，就是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膨胀大。是是是。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有一点点带上一点咖喱香，因为咖喱是大家可能家庭主妇只要小朋友都喜欢吃这个味道。那因为这个咖喱的味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处理这个虾子。对，虾子我们就是很简单，就头去掉之后，我们把中间这个把它切一切啊，然后就直接留头尾 ，OK， 可以的。好，只要把前面啊这个虾子它多余的那个尖角须都把它去掉，对，去完了这个头角的那个中间的这一段的壳，我把它整个的剥掉，对，最后留一节带这个尾巴，哎，这个尾巴因为它如果是新鲜，它待会儿啊加热之后它就会展开成为一个漂亮的凤尾，对不对？这样很好的造型，对 ，OK， 虾子这样处理。那我们虾子用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有蒜头跟我们的。咖喱，然后处理新香料，葱，对，葱，我们给我一个小的盘子，这个、把它切成葱花，啊、你要把它切成小葱花，对，这个、葱花等一下要放在上面的，是，对，我们切个小葱花，然后我们的芹菜，嗯哼，就是有一半切葱花，一半切段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啊、所以呢，切成芹菜。芹菜切成小芹菜珠的话，对，也跟葱花的下去的时机一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一样的。哦、所以这个啊，是我们等一下要跟着新香料一起下去炒的。是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切成段状就可以了。OK， 有一部分是爆香用，对，有一部分是这个最后蒸香用，对，蒸香用。嗯，对，就颜色会比较好看，因为下去烧的芹菜啊，它会比较有一点点我们讲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、哦。是，所以前面那一个。嫩尖的部分把它切成小芹菜珠，对对对，它起来会比较香。它就是那个喝贡丸汤的时候放在上面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放在跟葱花一起就可以了。是，好，那备料很简单，就是这几个备料就好。OK， 然后最主要有蒜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炸这个。炸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应该很重要吧？对对对，它温度就是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掰一点。你别，对。有没有反应？有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它泡泡出来就啊，然后就放下去慢慢炸。啊，真的？哎，你反而没反应哎。对，哎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因为它等一下很快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它不会在里面含油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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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等一下会膨胀。啊，会。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马上上来了。哦。所以你在家里就这样子慢慢炸就可以了。是是。对，啊，你这个炸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是。对对对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在家裡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对，这样就已经炸透了。对，炸透了。哦，对对，它没有浮上来的时候就是不 OK。对，它浮上来了以后，一代表 OK。再来，我稍等一下，让它不是那么白白的，开始呈现一点点琥珀颜色的时候，哎，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就要加上来。OK OK OK。找到它来。对，找到它来。所以这样子一炸的话，它的口感就会那。可不可以用煎的？不行，一定要油一点点下去炸。对对对，炸过之后它才会香。是，对，反正是米制品嘛，可以当成是这个零食来吃嘛，对不对？嗯 ，OK， 这边处理完了，好，左右调换锅子，所以它炸很快。我们让它有一点那个热锅借点油，好，然后我们借点油，这个差不多两大匙的油。是，好，然后下来之后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虾子稍微煎一下。对，对，虾子在煎的时候就是要增加它那个甲壳素香味啊，好，现在啊放下去就稍微有点爆，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把水分擦得完全干。对，你在家里面如果把水分完全擦干的时候啊，它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爆哦，就比较安全了。
哎，因为它煎过的虾子，它的香味会比较多，对，所以会比较好吃。是，我今天虾子买的会比较多。嗯哼，哎，因为它煎了之后，它会有香味，然后最主要它的那个我们讲，头的那个膏会直接跟油结合在一起。哦，对，哇，你今天买的材料都比较多哈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煎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把一些的食物啊，嗯，稍微把它煎半熟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这虾子不用煎到全熟。是，对，啊，可是你要把它煎到香。嗯，哎，要一定要把它煎到香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你看那个面啊，开始变色了，完了以后呢，稍微再等个几秒钟，哎，它就香了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有时候速度很快。是，对，然后这有一点点就是焦香焦香的这样的感觉。哦哟，就是要顾好啊，对，不能焦了。没有没有，它那个还好。哇，这个甲壳素好香啊！对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稍微起来一下，起锅一下，嗯，对，然后这油也是要留着哈，当然要留的，锅子里面剩下的一点点油，它是借由这个虾子加持过的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它已经变得很香了，哎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天买的蓝钻虾所以比较大只，哦，那如果你买白虾的话，就比较小只，稍微小只一点，对，那你煎过，其实煎一煎，稍微加一点点，胡椒粉就好吃，是。那我们洋葱加下去之后，油脂不够再倒一点过来，补一点点油啊。因为洋葱下去的时候啊，让它稍微炒一下，有一定的香度。对。然后之后我们的蒜头，好哦，新香料一定要爆香过才会香。煎下洋葱，因为洋葱在锅子里面，这个可以耐的时间比较久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温度要记得控制。是。煎过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，那我们讲虾汁下来，有一点点的颜色上色。嗯哼。就是有一点点我们叫焦香的那种感觉。是。然后我们的芹菜，芹菜段，先把新香料下去稍微炒一下。嗯哼。让它整个香气上来，好，味道够了。之后我们的咖喱。一大匙放下来，新香料处理完了以后下咖喱粉，对，那咖喱粉一定要就是有一点点油香，这样子干炒它才会香，所以借由油脂要把它香气炒出来，对，然后之后我们加上差不多一碗的水，水先把咖喱粉炒香，再加水把这个咖喱粉全部溶成汤汁，对，没错，之后我们把我们的金针菇、金针菇、红喜菇，你喜欢吃什么菇都可以加，哪怕是杏鲍菇，把它切成细丝，或者用手撕成细丝都可以。可以加上菇会比较幸福。没错，嗯，好，菇下去的时候，它会直接有一个我们讲的口感，嗯哼，哎，然后一样下去炒的时候，它会非常漂亮。金针菇它就是平常吃火锅，煮稍微久一点也无所谓哈。对对对，然后咬在嘴里还是烤烤烤的哈。对，那你加一杯的。就是一杯的水下去，一碗的水下去之后，你要看哦，如果它收得很快的话，你要再加一点点的水，再补一点，再补一点，在烧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姜汁的火力会很强，是，那你再补差不多半杯下去，就一杯半就可以了，这样子，好，就是里面有刚才加了一杯，然后现在又加半杯，所以里面水是一杯半，放了这里不够再用哈，好好好好，聪明。是，对，不会是焦哥。OK， 虾子下去了。是，那我们现在虾子下去之后啊，我们就是一一的把它做一个摊平烧制。对，刚才我们的虾子啊，只有煎出香气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让它完全熟。对，现在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下去之后，我们稍微让它煮一下。对，然后煮一下之后，我们现在调味，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酱油。我们其实可以加上一点点的，我们讲的鱼露啦，或者是对，可是比较南洋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可是你在台湾可以加上椰奶跟酱油，它也是符合那种感觉，就是加上一点点的酱油，增加它的味道，然后一点点的糖，因为咖喱你加上一点糖的话，它可以综合一下它的味道。是，好，一点点的糖，之后我们盖上锅盖。是，盖上锅盖，我们是希望让虾子的熟成度更快啊。然后，你刚才加糖，你就撒在虾子上面。撒完虾子上面之后，你连翻都没有翻。完了以后，你就盖上盖子的。对，你怕不怕
被撒到糖的虾子就特别甜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它等一下就会慢慢的散开了。哦，就是随着那个虾子的汁出来，对对对，就会把这个调味料都把它带到在汤汁里面去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不用去担心。所以你水分只要，哎，因为一般做堡类水分都会很多，是，可是我们这个水分就会很少。哦，好，然后现在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香气上来了，是，哦，看样子这个虾也熟到一定程度了。椰奶，来，椰浆，这个时候一碗。哦，这个椰浆一碰到热气就好南洋的风味。对，它这个是其实老讲就很快速的南洋风就出来了。嗯，对。那最后我们就尝一下那个味道。又要说自己很棒吗？哦，做瓦破的。我不要骗你，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了。你知道那种味道吗？是是，我有算过，我们这工作人员20个，刚好一人一只，等一下不能多吃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已经在记仇了，真的。因为你刚才鸡块只切了10块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忘了那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赶快补回来。哦，赶快用虾子补回来。对对对，好，是的。OK， 就那个，来，来，我们酱汁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锅巴摆在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锅巴可以上来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锅巴它不是淋在上面，不是让它就是它是当成是啊、哦，当着一个淋就是一个小配饰，是是是。那因为你不要说锅巴虾你就淋着上去，有时候吃起来的太传统了，对对 对, 对不对？对啊、哦，对，这个时候就对，那看起来就会比较是是是，对对，哇，哎、欸，不一样的吃法，又是另外一道这样子的那种宴客菜啊、哦。对，然后这个再淋一半。在这个锅巴上面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截然不同的呈现方式。好。哇，哎，中间这样子的那种咖喱虾，完了以后再加上芹菜，加上洋葱，完了以后呢，旁边的锅巴到时候沾着吃，哎，别人拿法国面包，我用锅巴呢，来来来，上桌。喜欢今天的料理吗？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美味 So Much 的脸书粉丝团，让你有吃又有拿哦。夏天能吃麻油吗？只要拿捏用量，也能够不上火不燥热哦， Q 脆鲜嫩的软丝配上了米酒麻油的料理，炎热的夏日也能够帮自己小小的进补一下。金牌厨师骆金汉骆师傅马上教你做。最近啊，很多人夜钓出海，然后呢抓软丝抓小管，嗯，吃鲜甜的味道最好，但是回到家自己如何来烧呢？骆师傅今天告诉你如何烧软丝。来，我们今天这边有一个软丝， 对, 对不对？对，这么大一个，其实烧一大盘菜一定很好吃。对，来处理它之前，我们来处理一些这个新香料。我们要炒那个就是烧麻油的啊，麻油口味，然后我们带有一点点的汤汁，是，然后吃起来的话它会比较好吃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切就是一般的中姜，中姜没有切到老姜，对。然后就是把它切成差不多0.2公分的片，然后就是斜刀把那个纤维啊，我们就把它破坏掉。是，姜毕竟比较稍微老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又不是嫩姜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用一个横刀斜切的方式，然后呢，把它的这个多余的纤维给它破坏掉，然后切成嫩了，切成片状之后，我们现在把它稍微用麻油下去爆一下。我们要黑麻油，欧麻油，嘿，你全欧麻油太燥了吧？其实不会。然后你如果觉得太燥的话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哦，就加一点点别的油，对，别的油下去就可以，中和那个麻油，因为麻油毕竟是那个芝麻炒过之后再加油嘛，对对 对, 对，因为炒过，所以呢多多少少带一点点燥，这样子的那种效果，对对 对, 对，对不对？你怕那样子的燥，觉得那种不舒服，那你就取那样子的那种黑麻油的香味，对，加一点点，对，沙拉油啦，橄榄油啦，或者是香油，其他的油来中和一下。对啊，有的不喜欢这个味道，那你就用橄榄油下去煮也可以。没错，用苦茶油下去煮也可以。啊，对，好，然后这个啊，我们就把它切成小的厚片状。好，因为我们那个姜是片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蒜头也改刀，
都走成片，这样子的那种大小。对，你不用切太薄，因为让它有一点点咬嚼的口感。对对对，你切不用切太薄，你再厚，它也厚不过软丝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那我们这个就切斜刀稍微装饰一下就可以了。辣椒其实增加它的颜色了。是，你这边切，我来帮你把这个姜片啊稍微摊平一下。好，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把它爆成有一点点老皮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这葱啊，我们就切大段一点。是，对，等一下要下去爆，然后蒜苗，青蒜，青蒜，好，把它切成斜刀，等一下也是下去爆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要爆的这个辛香料啊，因为麻油大部分都吃有一点汤汁嘛，是，我们让它有一点点就是。哦，你会做出来最后有点汤汁。对，所以呢，带一点点面线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其实蛮好的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加上菇类。好，然后这是软丝嘛？软丝，软丝要怎么处理啊？软丝其实回来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稍微清洗一下。然后我大部分皮都不会把它拿掉。哦，对，你只要买的新鲜啊，你看它那个皮，对，其实上面那个点点点点是相对的完整的哦，是，对不对？先把头啊，长的角切成段状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切开，头切开，然后把它顺着那个角切成这样子一段一段的。一段一段的，然后就下来，然后这里面是它的那个我们讲要产生蛋的一个标，哦，对对对对，那这个把它切开，是，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把它稍微清理一下，中间有一个硬的透明的，对，透明壳，然后这边黑的墨鱼我们稍微把它擦一下，所以墨鱼的一些黏液，对，把它可以洗洗掉，不可以洗我们就拿一个这样子纸巾稍微把它这样子对擦拭掉，对。然后来，我们这边把它切成一半，是，对。之后啊，我们就是顺着它的那个，我们就把它切成薄片。哦，横着，对，切成薄片。对，我们也不要给它花了，我们就是有 QQ 的。有空你就弄花，对，对不对？没空你就横的直接切成一片一片的。对，就切成片状的话，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吃。是，对。这个因为软丝它熟成很快，是，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，其实你稍微这样子片一下，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。那我带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颜色好看，是，对，然后让它的营养素留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擦开辛香料都备好了。对，老姜经过焦哥的手，也慢慢的产生了老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没错，对，然后在爆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用冷锅冷油的方式。然后在爆的时候，它的姜的香气也都出来了。了解。就很简单，你就把它炒到香就可以了。那它的油的热度如果产生白色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就要关小火，慢慢的去煸。那如果没有像这样子出白烟的时候，你就用打火下去煸。是是是。对啊，你就是有时候要大，有时候要小。稍微控制一下那个火的这种大小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取它的麻油香嘛，那又有其他的那个姜香，是。那我们希望姜能够可以吃，所以你一定要爆到它一定的程度。没错，对，没有那个辛辣的感觉。对对对啊，你爆过的姜也比较嫩，也比较好吃啦。是，对，所以有的人喜欢吃姜的，就尽量把它爆出来，让它有一定的口感。哦，像这样子一片一片的金黄色，这样吃起来就会很好吃。是，然后这时候啊，金黄色的，对，二个下来了，第二个蒜头，蒜头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要增加它的香味。然后大家会觉得说，这次要加的可能是菇啦，可能是那个软丝，是是，不是，我们先加米酒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加米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新香料下去煮了，下去爆香了，那我们加上米酒的时候，我们要把麻油的水跟米酒融合在一起，哦，对对对对，煮成米酒水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要米酒的酒气，但是我们要米酒水的那个甜，对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有时候吃比较辣的啦，还是说有喝到就是麻油，它本身有一些些喜欢喝比较重的味道，就不要完全把它烧掉，哦，就是有一点酒气在里面，是。那你就看你自己要的一个水分 ，OK， 然后就加下去，然后大家不用担心，火越大越好，哦，对，人不要生气，因为人一生气，人不要火大，对，煮食物火大没有关系，对，因为它这个火大的原因是因为火越大，它的那个水跟油会融合的更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米酒啊，我们几乎加了半瓶，你可以斟酌家里面这个吃的习惯，来加这个米酒，是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你加了半瓶的米酒进去哦，
所以在下米酒的时候，第一，看看抽油烟机是不是先关掉。对。第二，不要引到锅子里面着火了。嗯。如果你现在锅子里面着火了，又开抽油烟机，那个一个那种拔的那种效果，恐怕就比较危险一点。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美味 So Much 的 YouTube， 不仅可以学做菜，还可以得好康哦。好，那来，我们现在就这样子下来之后，我们把所有的新鸭肉都备好了，然后我们有准备一些的那个菇，好，这个是菇，它本身比较就是有一点口感的，是。然后哎，你看有没有颜色从白色变成乳白色？哦，对，好，那你可以喝看看，因为我们没有点火，是，因为我们没在喝酒的人，我喝下去没有酒味。就表示这个已经 OK 了哦，对，然后来，所以不会是你酒量进步了？哎，茶树菇啊，不，没有，我们茶树菇下去就是让它煮出它的口感，是，对，我们也不要煎过，就是茶树菇。借由锅子里面啊，那个米酒煮成的米酒水，然后呢，稍微这样子，类似这样烫这样子那种效果啊，然后只要煮麻油跟米酒在一起的，还有姜。我们加的不要加盐巴，一般加酱油膏或者是酱油就可以了。酱油或加酱油，就是你这两个选一个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加酱油。尽量避免加盐哦，因为盐有人讲说盐碰到麻油啦，或者碰到姜啊，它可能会产生些许的苦味。对，好啊，那茶树菇已经稍微软化了哈。对，来，这个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哦，我们就要把这个中卷放下去。啊哈，那中卷放下去的时间就要控制了。哦，来，我们要看时间的时候就要看这个。这个就是它的秘诀，你要好吃不好吃就在这里，要掌握它的熟度，对，对不对？不要过头，过头了以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中卷那个软丝就老了，对，就变成老丝了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你下去之后啊，它的颜色就开始在上色了，是是是。那上色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半炒半煮，哦，那你在要加新鲜肉之前，你要看它的颜色，有时候一急了不熟也不好吃，是熟了。过熟的也不好吃，也不好吃。对，吃起来非常的甜啊，尤其现在就特别也是当季啦，对，是，对啊，不管是中卷或者小卷，你都可以这样子做，没错没错。对，那有的会怎么样？你把饭蒸一蒸，把它爆拌一拌也好吃哦，而且是糯米，对，还有一点点的麻油的汤汁拌那个糯米，它就变成这样，好油崩。好了，就是颜色已经变成牛奶色了，来，对对对，快加进来。是，然后这个时候给我一点点的麻油，哦，是黑麻油还是黑麻油？黑麻油，有哦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麻油跟胡椒粉刚才挥发掉的香气把它补回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让它有香味，然后起锅加上一点胡椒粉，是，因为海鲜有一点点胡椒粉，它味道会比较好。好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哎，记得。就是你快要熟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要下了哦。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软丝就会非常好吃。对对对对，现在软丝已经渐渐全部都已经熟了，熟了就下进来了。哦，哇，那个新鲜海鲜呈现那个香气，对，它跟那个酱汁结合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它的那个蛋白质产生甜分的时候，是是是，哦，过瘾过瘾过瘾，哇，你看看。每一个卷到刚刚好的这样子的那种软丝，然后呢搭配这个青蒜、葱段、辣椒，配色又配得恰到好处，完了以后呢又是那种习惯的那种麻油姜的香气哦，来上桌。